公平，我们法眷代表感恩诸位法师、诸位护法、诸位义工菩萨、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全体同修，感恩参加家师上见下空老和尚入殓仪式，我们仪式到此圆满。我们法眷代表感恩大家，礼谢大家的发心，给家师上见下空老和尚一切的照顾，诵经念佛，感恩大家。法眷代表在佛前感恩大家礼谢三拜，拜这个入殓仪式到此圆满感恩大家的发心那么我们这个极乐寺的佛堂49天日夜念佛那么大家同共发心在台湾地区的同修大家方便可以轮流现在还是在疫情期间所以一次人不能太多那我们由极乐世界的极乐寺的执事干部来安排这个人数那我们座位的距离大家按照政府的规定有一定的距离那我们49天这个都在这里那个念佛我们净老和尚在极乐世界的长极光净土时时刻刻没有离开我们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也时时刻刻在为我们开示老和尚虽然他这个肉身放下换莲花化身但是他的法身常在法身不灭特别是我们净老和尚他讲经说法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视频音带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天天听老和尚讲经说法如同老丈在世没有两样那么大家都发心要恭敬供养老丈那么最好的供养就是依教修行供养我们见老和尚的开示我们听了要真正去理解理解之后要去落实要把它做到那这样就是依法修行供养这个法供养这个是最殊胜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切的法就是教我们要依教修行这样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如果没有依教修行我们法虽然听了懂了甚至我们会讲我们没有去落实没有去做到还是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这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生前谆谆教诲
断耳提目念，无念心法的一遍又一遍的、啊、给他开始。啊，我传个例子啊，一张身中，一遍不开悟，两遍，两遍不开悟，十遍，十遍不开悟，百遍，总是无念心法，啊，一直在给我教导。啊，那么往往我们在境界现前啊，习气烦恼控制不住。不知道不对，但是还是有犯罪啊！这是我们当前啊，大家很有功的地方，怎么来克制啊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这样才能提升自己，你才能帮助别人。那么这是我们净土和尚啊，对我们给长人开始。所以啊，我们现在打开电视，随时可以听到我们老上的法音，先听不懂。所以师父这个受身、色身呐、啊，放下来，他老人家办的莲花化身，但是啊，他的化身是时时刻刻都在我们周边啊。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啊，这一点啊，大家啊务必啊要能够理解。所以大家难免啊，人之常情，说啊，就是会伤心，总是会死。但是佛他都要实现涅槃。刚才无量寿经讲，一直从中下无限灭度，那世界灭度也是教学，也是在提醒我们的啊。那么让我们用功啊。那如果佛一直存在世间，那我们总会觉得啊，今天不行还有明天，明天不行还有明天啊，这样这个也会。现代啊，会退转啊，所以佛世间灭度啊，反而激起啊弟子啊，他们护法向上。我们净土和尚往生西方，也是激发我们。他怎么了？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不学了吗？就不修了吗？就不弘法了吗？啊，三年前啊，我们。老上临时叫悟道到法国去，临时的，那么他老人家给悟道的开始，他说他老了，他这个自行化他的工作要交给我们的，好像接力赛跑一样，接力赛一棒接一棒。那么他老人家也是接前面的祖师大德啊的棒子跑了一段了啊，现在呢他的棒交接给我们啊，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往前跑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师兄弟子要同共发心。那么特别感恩网络上世界各地的同修，大家都一样。虽然大家呢没有到现场来，但现在呢通过这个视频，也如同现场。啊，我们大家听过老上讲经，都知道法身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啊，所以虽然不在现场，跟现场没有两样，只要我们的心相应。那么在哪个世界、哪个角落啊，我们都是同在的啊。这个特别感恩啊，网络前的同修啊，时时刻刻啊关注我们净宗啊，关心我们净老和尚啊的一些动态啊，非常感恩。好，那么网络前的同修，我们这个49天呐、啊。在这个现场也
也会直播啊，这个助念啊，那么大家呢发心呐、啊，来念佛啊，回向给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是遵守我们老上啊再生啊的开始，他的教导啊，所以大家难免哀伤，但是我们要节哀啊，念佛啊，这个印光祖师也是对莲友这样的开示，自己的亲人往生了，我们修学净宗的弟子啊，就是节哀念佛啊，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啊、的报恩。好，那么今天到此圆满。那这个佛堂啊，我们都四九天都在念佛啊。那么网路也是四十九天啊。那四十九天后、啊，那才有出殡啊。那个时候也会有网路直播。那么恭请网路的四众同修啊，大家啊留意。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加持净老和尚的入殓仪式五供到此圆满啊，再次感恩大家，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六子吉祥，身心安康，事业顺利，阖家平安。阿弥陀佛。谢和尚慈悲开示，诸臣顶礼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拜真福真慧，恭送和尚为了，免送，阿弥陀佛，恭送为文业众法师。恭送这位法师。嗯，好。